青蛙一张嘴，两只眼睛，四条腿。一个兔兔一张嘴，两只眼睛，两条腿。我们全家三张嘴，六只眼睛，六条腿。不对不对，算错了。我们全家四张嘴，八只眼睛，十条腿。加加减减，数数算算，一三五七九，小小数字变化万千。方方手帕，圆圆太阳，看看比比画画，美丽图形在你身边。一个巴掌拍得响，两个巴掌响呱呱。小朋友们手拉手，再大困难数学神经美如画，小朋友们真厉害，都是小小数学家。第五十二集，十二生肖。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大耳朵图图。大家好，小朋友们，我是图图的爸爸。我的耳朵会动哦，看，动耳神功。我也会。我的眼睛会动。眼睛会动有什么了不起？要比就比真本事。真本事？爸爸没有什么真本事，对不对？我笑话，我是谁？翻斗大街顶天立地头号男子汉，我英俊潇洒，我机智过人，我能没有真本事？那就比比看吧。好啊。比什么？比唱歌，看谁会的歌多。图图先来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小手拉大手，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去郊游。该我了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，跳燕子，穿花衣，念小时候妈妈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。我们的祖国是花园，花园里花朵真鲜艳。爸爸接着唱。和煦的阳光照耀着我们，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。跳螺号，滴滴滴吹，海鸥啼鸟展翅飞。我起头，太阳光金亮亮，雄鸡唱三唱。花儿醒来了，鸟儿忙梳妆。再来，小老鼠打头来，牛儿把蹄抬，老虎回头一声吼，图图接。啊？接呀、啊。不会了吧？爸爸念的是什么歌谣？图图没学过。告诉你吧，是十二生肖歌。十二生肖歌是什么？就是用十二生肖编成的儿歌呀。十二生肖又是什么呢？图图，现在不是学习时间吗？嗯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内容，十二生肖。听起来好奇怪啊。其实啊，一说你就明白了。图图，你知道自己属什么吗？图图属小猪。对，小猪就是十二生肖里的一个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那还有十一个也都是动物吗？当然了，图图想不想知道啊？想想，图图要学十二生肖，十二生肖难不倒图图。图图，你看，这就是全部的十二生肖。这些动物你都认识吗？哦，认识。有小兔子、小老鼠、老牛、大马、小猪、大老虎、蛇、龙、小羊、小猴子、小狗、大公鸡。好，如果让图图给他们从大到小排个顺序，该怎么排？我试试看吧。好啦，图图为什么这样排呢？第一个，图图排的是龙，因为图图觉得龙是古代最厉害的动物。第二个排的是虎，因为老虎是兽中之王。第三个排的是牛，牛的力气在剩下的动物里最大。第四个排的是马，马跑得比较快。第五个是小狗，可以看家，不让坏人来偷东西。第六个是小猴子，会上树，谁都抓不到它。第七是蛇，它的牙齿很厉害，有的还有毒。第八是小猪，在剩下的动物里个子最大。第九小羊，比小猪小一点。第十大公鸡，尖尖的嘴巴可以保护自己。第十一小兔子，它很温柔。最后是小老鼠，因为它非常非常胆小。哈哈哈哈，图图排的非常有意思。爸爸，图图排的对不对？动物作为生肖可不是这么排的。那是怎样排呢？看好了啊，十二生肖的次序是这样的：老大鼠，老二牛，老三虎，老四兔，老五龙，老六蛇，
老七马，老八羊，老九猴，老十鸡，老十一狗，老十二猪。哦，奇怪，图图的小猪是最小的。对，图图，你知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属小猪啊？知道啊，因为图图嘴巴最馋，最爱吃，妈妈就让图图属小猪了。不对吗？当然不对喽。那图图为什么要属小猪呢？图图啊，很早以前，我们的古人定下这十二个动物作为十二生肖，用它们来代表不同的年份，也让我们每个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属相。比如说，去年是牛年，在去年出生的小宝宝都属牛。那图图是在猪年出生的吗？对啊，不光图图一个小孩子属小猪，那一年出生的所有小宝宝都是属小猪的。那和图图一样年龄的小朋友都是属小猪的？没错。那小豆班的小朋友都是属小猪的？很多都是。哦，图图有点明白了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属相的。爸爸是属什么的呢？爸爸是虎年出生的。哇，属老虎。妈妈呢？妈妈属兔子。哦，爸爸是老虎，是我们家老大。妈妈是兔子，是我们家老二。图图是小猪，是我们家的老小。没错。十二生肖就是十二个动物，用它们来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相。看，就是它们。看好了，十二生肖的次序是这样的：老大鼠，老二牛，老三虎，老四兔，老五龙，老六蛇，老七马，老八羊，老九猴，老十鸡，老十一狗，老十二猪。很早以前，我们的古人定下这十二个动物作为十二生肖，用它们来代表不同的年份，也让我们每个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属相。比如说，去年是牛年，在去年出生的小宝宝就都属牛。图图是猪年出生的，就属小猪。不光图图一个人，小豆班的很多小朋友，还有所有跟图图一样年龄的小朋友都属小猪哦。爸爸，爷爷是属什么的？哦，真巧，爷爷跟爸爸一样，也是属老虎的。不可能。爷爷不是和爸爸同一年出生的宝宝，爷爷比爸爸老多了，怎么能和爸爸一样属老虎呢？图图啊，你想想，一共只有十二生肖，如果每一年出生的人都有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生肖，世界上的动物不就不够用了？这个问题讲起来有点难，爸爸尽量给图图讲清楚啊。你看，从鼠年开始，每一年出生的宝宝都有一个属相，对不对？对，鼠年属鼠，后面是牛年，这一年生的宝宝属牛，在下一年是虎年，这一年出生的宝宝属虎。反正什么年出生就属什么。说的没错，这样连续到猪年为止，十二年就过完了，对吗？嗯，对啊。可是时间不会停止啊，第十三年马上要到了，这一年生的宝宝该属什么呀？是啊，该属什么呢？别急，我们的古人非常聪明，他们这样做，看，属相连接起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虽然只有十二生肖，可是我们可以反复利用啊。猪年过完再回到鼠年，这样转一圈又从头开始，十二年转一圈也叫一轮，这样的话生肖不就够用了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每十二年就重复一次，对不对？哦，图图你这么快就明白了，真了不起啊。嘿嘿，图图还知道爷爷比爸爸大十二岁，对不对？啊，十二岁不对吗？图图想想看，爷爷是爸爸的爸爸，可是啊，他不可能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当上了爸爸呀，十二岁还是小孩子啊。哦，可是属相十二年转一圈。对，爸爸今年36岁，爷爷今年60岁，爷爷比爸爸大24岁。生肖十二年转一圈的话，24年转了几圈呢？12+12=24，两个十二加起来就是24，转了两圈。完全正确。那是不是说爷爷是虎年出生的，过了两个十二年，也就是24年之后还是虎年，他就当上爸爸啦？对，爷爷是24岁的时候有的我。哦，图图明白了。图图，爸爸再考考你啊，壮壮哥哥是属猴的，今年6岁，
红红大姐姐和壮壮哥一样，也是属猴的。你算算看，他几岁啊？红红大姐姐比壮壮哥哥大，是中学生，但是不可能像爷爷比爸爸那样大那么多，应该加上12岁就够了，6+12=18岁，爸爸对不对啊？太对了，同样属相的人不一定年龄一样大，而且他们相差的年龄最小是12岁。嗯，也有可能是2个12、3个12，很多个十二哦。看来十二生肖还真是难不倒秃秃哦。小老鼠打头来，牛儿把蹄抬，老虎回头一声吼，兔儿跳得快，龙和蛇尾巴甩。爸爸，尾巴甩得不够，要再用力一些。好，龙和蛇尾巴甩。不行不行，根本就没有甩起来。好，我甩。哎呦，我的腰啊！爸爸，你学习不够认真哟。哎呦，图图现在已经能背出12生肖的顺序喽，他们是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。再来一遍快的，鼠、牛、虎、兔、龙、蛇、马、羊、猴、鸡、狗、猪。小朋友们，你们会吗？